日帶大家嚟到杜拜啦。咁其實我現時身處緊嘅位置咧，就係杜拜最核心嘅位置哈利法特區啦。咁呢一度咧，就相當於咧香港嘅中環啦。咁其實係成個杜拜最一線嘅地段啦。咁大家可以望一望我身後啦，亦都會見到全世界最大嘅一個 shopping mall 啦，呢個杜拜 mall 啦。咁其實佢相當於55個足球場咁大嘅。咁見到 Eric 當然唔少得同大家介紹一下物業啦。咁其實大家可以望下我身邊咧呢一支酒店啦。咁附近仲有啲住宅啦。其實都係一個杜拜最大型嘅發展商 Emma 所興建嘅。咁呢一邊咧亦都有全世界最高嘅塔啦，非常之有名嘅哈利法塔啦。咁其實亦都係由佢哋所興建嘅。咁其實嚟緊啦，佢哋都會喺翻哈利法塔區咧有一系列嘅公寓嘅項目啦。咁亦都會陸續介紹俾大家嘅。咁今晚咧，其實亦都會帶大家翻嚟呢度再睇多次全世界最大嘅一個音樂噴泉。咁就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咁啊，晏啲再見。